知道，咁啊而家清衣，咁啊搭机人快先 ，Airport Express， 咁啊一入嚟咧就，哎有两道门啦，几正咁就，第一条唔系第一次搭机人快先，咁啊睇下先，我几型喎，其实都。幾日？哇！即係咪推得噶？參觀下先，第一次搭。咁啊，慳平啦，20雞去香港正啊！順便影下啲凳啦，搭車頭，車頭係風啊！香港，你都去香港啊？最台最尾，系冇嘢啊！车车咩？呢个应该车台嚟，咁就影下张凳先。反正未坐過，好型啊真係！哇，好型啊！影下張凳先。哇，真係好型咯，真係！我咁樣斜角嚟影。下一站九龍，下一站。九龍。station 考慮。哇，正！正咯，咁样好正，下一张凳先。正，哈哈，几正呢？啱唔啱？有叉电器喺度 ，OK。390 OK， 有两个嘅，好，整下啦。幾好坐啊！真係後面有啦，後面有即係凳廳有呢啲差啲，好快啊！15分鐘去香港，你話快唔快咧？13分鐘啫，啊呢個應該放啲咩財物嘅？清誒麗景，麗景，麗景啊！啊麗景。麗景條路點行？未搭過第一次就好興奮啊！哇，真係好興奮！我點啊？我經過啊，經過啊！係呢邊就係東涌線，係呢邊東涌線，呢邊係京人快線，我經過嘅啫，到唔到嘅啫，係唔到嗰個站嘅。呢个丽景啊，南昌啊，奥运啊，哦，啊呢个咪站咯，丽景站咯呢个，啊，今日发现系一边穿过，就带下你睇下啦，因为第一次坐，咪正咯，有叉电器俾你，真系，有叉电器俾你，真系好正。Airport Square 嘅標誌，道門都幾正啊！好
正啊，真係感覺係咯，嚇正有扶手俾你添，仲有凳都 OK 嚇，未到啊。五分钟一万，十五分钟到香港，即系十分钟到九龙，五分钟到香港。OK， 我惊人快线对面惊人快线，真系翻博林。坚噶喎，真系 J 一 J 四一嚟。我開始加速了，開始加速了，走就嚟到嚟一個第二卡巡下先，好香港出站啊！啊，廿蚊雞七點至到十點，正。九龍左邊嘅車門咁快，請記得帶走你嘅行李。哇，五分鐘到九龍。左邊嘅車門將會打開。请不要忘记您的行李。好正啊！好正。缩咗，真系劲啫！咁快啊，九龙。哇，正！九龙站，阿亮。哇！真係好正，費事嘥時間再巡啦，咁就嗌啲車站指呢啲服務指南我有嘅，我都有㗎啦。等好耐啊，系等好耐。正，拜面啊，拜面，正我真系，好嘢，好嘢，我等好耐。啱就。全场有吓十五分钟，啲凳系咁啫，其实都系梳化凳嚟啊，即系梳化皮嘅凳啊，啊几正咁样挨落嚟，哇哦正啊，爽啊，啊去到尾先，去到尾先。好耐先吸，好唔系好耐先三，都唔系好，都唔系好多，都唔系好多人搭啫，都唔系好多人搭啫。三门，差就等乜嘢？点走？拜拜。考亂十五分鐘，即剩翻幾分鐘去香港。正，正啊！
入隧道可能成百萬萬。正啊！有動畫感喎，有啲動畫感幾正，嗰張感覺幾正啊！真係呢度有接燈啊！接燈乜接燈啊？幾正？慢呀，放心，佢會一定慢。加速有加速啦。接燈正啊。開着正。一邊加速得係好靚咯，真。啊！插電幾正，係免費插電。真正咯！呢擺擺行李嘅，呢啲擺行李嘅，咁又會擺側邊啦，應該唔會唔見嘅。啊！咁有免費 WiFi 啦，啊嗰個唔用，等下次先啦。等下次先，做三分鐘，點埋佢，慢慢坐定定。我咁樣整啫。好彩冇人嘅啫，幾正喎感覺，冇人，好嘢冇人，驚動門先。这个是机场快线的尾站，香港不是机场快线的重点站。Hong Kong for the airport is great， 多谢乘搭港铁，谢谢乘搭港铁。Thank you for changing to MTR。急轉彎，急轉彎，急轉彎，正正，正啊！香港右邊嘅車門將打開，請記得帶走你嘅行李。你啊，多謝選擇乘搭機場快線。香港右邊的車門將會打開，請不要忘記您的行李。多謝選擇乘坐機場快線。嚇咁啊 ！Hong Kong doors were open on the right.Please take all your baggage with you. Thank you for choosing the Airport Express. Choosing. 得了，我查一下。十五分钟。就靚仔，咦咩？啊？咩事？真係幾正，真係幾正喎！入邊出窗明，個窗影下先。我窗影下先，我心眼好落。
AirPod as well.燈都未影啊，係得眼燈好。盏灯真的好靓，我不会同你讲，就真的好靓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一个车头成架控车架控制，一人发电嘅车啊，明白。吓、啊、好，第一次影，第一次搭啊！得四台嚟嘛，香港站，香港飛上，快啲吸啊！真係，行在前面看看，先行在前面，先真的好靚、啊、真的好靚，我不是跟你說笑，真的好靚。车后车闸，你好靓啊！呢个呢入边好靓，哇！跟住走去都唔走啊！我原来嗰个车即系往香港嚟车个车头。是控在個 車站的駕駛室，整個車頭都是，難怪封鬼住了，不給入的，原來不是乘客搭的，它是白級，不知道它是白級。那麼這出閘機幾人呢？閘機幾人？十分钟，影住佢走啦，终于走啦。即系成个车头都系，你见唔见呢度成个车头系封住？系根本成个车头都系唔俾入。勁臭啊！嚇，成個車頭都唔俾入嘅。
即係藍色冇，即係冇玻璃，全部車頭都係車站嘅駕駛室嚟，幾闊？你話？你話闊唔闊咧？你話咧？啊？啱咪白卡啊？係咪？應該係講白卡。正確嚟講係八卡，不過七卡載客嘅，一卡唔載客嘅。正確嚟講七卡載客。我唔理你啦，咁就出閘啦，閘啦。就去閘下嘛，呢條片到此為止啦。就下次再見，拜。